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桑沙国战，看桑沙就看 BBD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白牌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。春困秋乏夏打盹啊，又到了这个嗜睡的季节了啊，但是有的朋友就是睡不着啊，让其他朋友给推荐一下啊，那就推荐到这里来啊。推荐到这里你肯定能睡着啊，不信你就试一试啊，我现在就给你试是不是嘟啊，比赛开始啊，先看第一集。今天会是哪些演员登场呢？主视角 ID 叫月光下弥漫啊，这个 ID 好像是见过啊。这里庞德何太后，诸葛姜维啊，按照当前的环境来说庞德何太后要更好一些啊。看看他最终选择什么啊，选择了一个十星啊，十星连星啊，五星诸葛，那看看到底有什么发挥吧。这个武将啊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版本了，呵呵啊，青钢剑加一马藤甲，哎，这种不能标，倒不是一个是他装藤甲，另外他是位他也不亮，所以我觉得不是位。这边开了一个桃园扔火攻，估计也不是位吧。摸，你是位吗？摸他。你是位，你不是应该拆成甲吗？啊，反正就要打人家。徐说那我亮行吧，我本来不想抢手亮，你既然打我，那我就抢手亮了，省得你想。好，这里可亮可不亮啊，他选择亮，亮最好不要亮姜维啊，他选择双亮，双亮连十星都没关，看来我的视频看的少，这个叫月光下弥漫的肯定暴露了。因为你看的多肯定会关十星啊，对不对？我都做过好几次了，你就看他行吧，你看看他是哪个，反正他肯定不是位。你看到一个绿瓶，南蛮开，谁来个反正活不成，徐胜来个反正活不成，一般说反正活不成最后都活很久。A 是个司马懿曹操，看来没什么位啊，没什么位，你就去暴打绿皮去吧，好不好？嗯，这里也没什么挑的，挑司马懿杀你一刀改判，没必要。蓝蛮射出来，这在说什么呢？此话怎讲啊？因为将很烂，不至于吧？大，我真没绷住啊！恕我直言，我真没绷住。大炮很厉害，你在玩斗地主呢，没绷住啊，想多了，两个男的。好，看来他不知道大炮是什么意思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徐胜和诸葛亮在这对话啥呢，你俩之间有什么故事吗？无懈可击，你看我都不理他的。好，你是什么？刘禅。好，一看刘禅来了，赶紧说放权我，但是他要吃桃了呀，他能放权你吗？他除非没桃，而且路人别指望放权，路人放权个鸟，而且放权你也不厉害啊，关键你放权你也是摸二，吃个桃吃满。王平还行，开个大，开个大，赶紧。为将者须有谋略，这人也不是位，不知道为什么去打徐胜了。好，本后不能使用手办什么的，那都无所谓。你别说啊，这四血诸葛亮姜维看起来就舒服多了，三血就看着很别扭，就总觉得他不厉害，四血你就感觉好厉害啊。有没有这种感脚？有感脚的扣个二。雷杀大宝，大宝成了破骨了，被万人锤。所以鲁肃不救民于水火之中，救一手吧，毕竟季己人。好，不救，不但不救还开南蛮，无懈可击啊，还打无懈。那等曹操吸了你撸吧，射，嗯，掌柜，下次重一点，能撸动吗？二七五，撸的话全脱光，舍得吗？不舍得，说我一个装备总行吧？那移吧，移啊，全给保护大宝，保护我方大宝，哎。不舍得扔自己装备去撸啊，行吧，不给。敕令，
你这什么？过河你拆这个绿皮怎么能打到徐胜这个位置啊？真的是菜！你说菜不菜？你是吴国，你怎么能打到徐胜这个位置？我就不能理解。早知大宝成为结果点，但是大宝说有人护我，我好像活了。坏了，鹿大奶来了，真的要活了。卸甲奔卸袭，甲奔袭，摧枯拉朽。无中生有。你不去拆南蛮去吗？你不觉得南蛮对你们伤害更大吗？打打虽然杀我知道杀，你很想打死他，但是黄盖也是个银彩。国之大计，胜之不哈哈哈。天。看见刘胖就想杀是吧？舍子最后一张也拆是吧？现在国战真的是神魔乱舞啊！好，就盯着蜀国拆，就要打死这个刘禅。我觉得很多人玩吴国，他没明白一个道理啊。吴国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以击杀为首要目标，是以过牌、存状态、控制为首要目标。他跟群雄和魏国完全不一样。身体要紧。乐不思蜀。蜀军损失惨烈。逆天易，逆天难。这里司马懿会让你出来吗？那我也不晓得。好，他的意思，反正我也出不来，我就拿一个桃一个杀。你看那边我出杀，我一个桃。结果司马懿说：“你出来吧。那就杀呗。部下宜城，反正没啥好牌。你不错人王盾，反正你也过不了啥牌，他也没挑。主要是魏国多出点力是吧？行，魏国可能就是想把这个绿皮弄死啊，绿皮看起来很可怕，孙尚香又很可怕，好弩，但是也没无的放矢，非常的憋屈。于禁给刘禅吧，那刘禅可能会放权。无中生有。王平蒋费是有珠子的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星星准备推我吗？啊，司马也打不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经常有人说某某企业司马，所以不让打。商议敌可怜其。然而刘禅从来不放权，路人是不会放权的，就自己操作。所以我觉得吧，我给路人的一个建议啊。我不管你看不看我视频，就是如果你不放权，你把个刘禅关了，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这个将你不放刘禅，这个将不放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直接关掉。好，徐胜很猛，这局徐胜还真挺猛的，各种过牌。卢大师被兵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撸吧，你们的人说不定手牌质量更高。卸甲奔袭，哎，这好菜啊！你顶刀干什么呀？你直接用刀把那个蒋费牌来换给黄盖不行吗？你去拆一张别人的牌不行吗？搞不明白，腐肉。反正这局打热火朝天，而且你看到诸葛姜维这种将是很无力的，在爆发将面前真的是无力。你看五张。摸两张什么也干不了，说实话你就能一直看十张都不厉害。最主要是你摸的牌太少，你能做的事太少。你看就随便黄盖什么的操作一下都比你厉害，更何况陆香香了。好，这个鲁肃刚才是不是想去拆兵去了？挺牛逼的，你可以拆这个帕定区的啊，你更厉害的，你还能拆那个人家脑袋顶上的，比如说什么田啊，什么换啊，对吧？那还真厉害。陆逊夺势就不讲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反正这么玩了这么多年了，对吧？你看这陆逊夺势，孙尚香怎么能过牌？怎么操作？那你还不明白？那就真的是不明白了。顺手牵羊，顺马，也没得顺呀。关键是顺手牵羊。好，要顺弩了，要平推司马懿了，横推八马岛，倒夜九牛环。其实我觉得你捅他一刀，让他把弩反走，然后你就夺势就行了。乐都不要的，铁锁也不要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
我觉得他留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第一乐没，但虽然乐不一定有用，但铁锁肯定要留。那铁锁第一可以过新位置吧，第二得给那边解了，肯定比你手里留一堆这种牌强。司马懿心是真大，不反馈连弩的，真的。这个九杀打中你不血亏吗？反馈连弩就得了呗。但司马懿说我就是硬，我又有闪防九杀，于禁还救我。这牌拿什么？拿一个决斗，一个南蛮。嗯，当然了，南蛮有可能庞统会涅槃，涅槃的话庞统就会摸后面那三张牌。南蛮入侵，司马懿应该受不了。南蛮开出去，不会真涅槃了吧？反正他那张牌是生机的牌，好，摸了三张火攻之一支笔闪，还有张未知，有国无懈，可以很强，国无懈忍住了，决斗没管，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，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吧。有徐盛，有大宝护驾，其实讲道理这里应该杀鲁肃的，他可能觉得能杀死陆逊，他根本忘记大宝这件事了，计法严明，他绝对忘记大宝这件事了，还是杀鲁肃好一点。那边让其他人去操作，你要真想打死绿皮儿，你们这局看起来朝蜀国的方向发展了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宝还是厉害的。伤一敌可怜七百，伤一敌可怜七百，统统连起来吧。五 v 三，庞统说我不是这么想的。好，给庞统关了牌还不错，一混自己一火攻。但是刚才萧姬出了桃子，很难受。鲁肃能不能杀掉？以退曹贼。庞统这个牌真的好，只可惜司马懿有无懈没收掉。你吴国喜欢挑事儿，嗨，都打成这样了，还啥挑不挑事儿了？顺走，再连上，看看王平能不能有什么作为。伤一敌，可怜七百。建议王平珠子也用了吧，找个火杀就能赢。好，用了，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九杀有没有属性？没有。不怕死，就尽管放过来。那就太可惜了，一个属性下去都赢了。只能说这局绿皮也不知道为什么仇恨值这么高，导致吴国，导致魏国也揍他们。可惜了。那么陆逊想想有没有红？有红就能，也不能说起飞吧，至少能过个牌。好，没有。统一包无事发生。这里我建议把陆香香杀了，因为司马懿有可能于禁有逃。当然了，你一说你保，我就觉得你没逃，我保持个联动。我就要杀司马懿。但是呢，如果杀不死的话，你队友死了，可能陆香香要活。不过他可能觉得魏国说不定就把陆香香也顺带弄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是人家无事，不愿意拿狮子不让你回血，其实可以拿狮子无所谓的，这狮子终归最终也是回血，你信不信？你不要觉得他，关键问题他不是一血，他是一血你不拿他说不定怎么着就死了，他三血他肯定死不了，最后狮子是必能回血的，你不如拿了自己装上。好，给打，有九，能打死吗？打不死放权吧，哥，求你一次，放权了吧，再不放权玩不了了。一看刘禅是个九，把这个谁砍死？但于禁排序又错了，好像是。冰柱，冰柱，坏了，冰柱出不来了，放权也出不来了。那别放权了，放不放还是放吧，除非他说是个梅花，排队就剩十三张了。我觉得你出不来，给那个陆逊香香控点黑吧，不给他控红，把加一给他，不要给他这样方片杀。吾乃天命之子，你如果给他张后面全是黑，他在他手里比如说是张红，
是个贪，大概率是张红，可能是于静给的。如果是黑更好，你给他一堆黑。他如果是红，他夺势的话，你让他不要过到那张红杀。所以这里我认为有个问题，你不能给他过红杀，因为你一旦给他红杀的话，他后面再过到新牌，他又重新夺势，就把那个拿蛮就过到了。无中生有，他可能清场了，你就要面临一个单挑的问题。如果你状态好，他状态差，你可能单挑。但他如果把这些人都收了，进入一个满血，你可能就打不了了。因为兵司马懿，除非是梅花，而且他就算不是梅花，你也不要控那张红呀。你控那张红是很错误的。至少从你肉眼可见的牌，应该都给控成黑，对吧？如果他真的能，他夺势是过两张，再扔那个过四张，你四张牌让他看到黑，全看到黑，在你能关的范围内。因为排队你肯定没仔细观察排队，排队就是那几张，他一旦刷起来了是必然能过到那个南蛮的。看我的厉害。那么这样就会进入一个单挑，单挑很舒服吗？你的陆逊想想其实是不好控的单挑，你必须要一直给他黑，但关键问题他自己还手里还留有红，你看还有五五这种东西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，全无懈掉，然后九杀，还好有狮子。不过当初没有狮子的话，现在是三血也一样，再亏个狮子，还是赚了，因为未来这个狮子还能回血。司马懿反馈走是提前透支回血，但这个狮子没了，而这个狮子最终还是回血，进入一个单挑，那看能打过不？反正比较难，不好控。知天意，逆天难，出不来。这些牌都可以控给他，因为这些牌都没有用。无懈也可以给他，无懈也没有用，都是废牌。你现在要保证自己活，给他无懈都无所谓的，因为他是肯定要过新牌。你还是没想清楚孙尚香的一个内核。你看狮子最终还是回血了，所以还是赚了，继续夺。这个孙尚香不会玩，应该扔刀的，狮子不能扔的，因为狮子可能会吃九杀或者吃闪电，有狮子你就不会猝死，你大概率还是赢。狮子是个好东西啊。好，没有其他输出了，那就看看啊，你看闪电来了吧，这里可以拿两个红给他两个黑。不是你这个杀啊，不对啊，不能拿啊，不能拿两个红，只能拿一个闪电一个红，那没问题了。所以陆逊香现在就像一个很尴尬的境地，摸两张黑杀，然后另一张牌也不能躲，你现在就很危险了，有闪电牌令牌了，你要被劈了。你手里另一张牌是九吗？但问题是是九，你想赢你只能去睡姜维，不然你一血必输。如果我是陆逊香香，我必会睡姜维的。如果被劈不死的话，可以随便控一下。火攻，来吧。火亮你也不敢出来迎。黑杀，挨炸，有酒吗？宝宝应该是有的，上副牌的酒都没出呢，但是没黑了。睡呀，不睡不就死了吗？非要做贞洁烈女，这里要拿一闪一杀防止被杀死，两张黑就不会玩了，睡呀。不过他没有牌了，如果被一直控黑还真有可能输。不能结合啥意思？意思是不能睡我，不睡我意思是不睡我。他陆逊主将也能睡的，他睡跟那个谁主将没关系，他就是不睡，睡了只能说还有可能活，不睡就大概率死，看你自己想。哎，想不想念狮子？想念吧。再看下雨，这蓝地叫专涂绿皮儿。哦，专涂绿皮儿，来涂吧。我看你这把怎么涂绿皮儿。起个这名叫专涂绿皮儿啊，自己就绿皮儿是吧？
可以的，你很强。陆抗孙奔，其实陆抗孙奔还可以的，谈不上多厉害吧，但强度还是有的。这个组合最好是卢淼啊，不希望不要任何队友，没有用，越有队友越累赘。好，欺负逃跑的，不敢欺负活人，敢欺负死人是吧？坚守直接亮，不退半步，坚守此地不退半步。你很狠，好，沙漠哥说我不能服，我服个谁？这个世界我没有服过任何人。过河拆桥，拆盾，屯田，看打谁？不破敌，龙蛋闪戳谁？可充盈军资，好戳他。那说明他不是鼠，他有毒条，是为什么不出来呢？你也是鼠是吧？行，你又没属性，可个鸟。猎刃飞刀敕令，好，注意此时要亮将了，所以每个人都要考虑好怎么亮。郭嘉曹丕被打不亮了，估计是没开技能，但应该开了吧，估计是不够专注，打牌不专注那是不行的。好，庞德太后，好，咱们也亮。好，木秀玉林，木秀玉林封闭摧之，别封闭摧之了，都有周瑜了，都有孙奔了，就有可能有二张，只不过正好没有。好，可泰说我送你觉醒，孙奔说觉醒个鸟，老子才不觉醒。当然你觉醒他也毒不死你，有陆抗，但主持人也不想暴露，觉得周瑜死拉倒。广阔天地，那边蜀国和魏国打，这边他就去打群。广阔天地，任我驰骋。他意思是郭嘉，你说留个桃，杀你一刀，弄群雄。周瑜我也不想要，卖了。开这个南蛮就是卖周瑜了嘛。当然郭嘉、也不太可能翻周瑜吧。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。他没翻沙漠哥，竟然翻了个邓艾。看你等如何抵挡大象阵。抵挡大象阵，能不能被毒死？不能，有珠子。好，继续射。主视角开始指挥，先把太后杀了，一会儿滚雪球了。屯田，上保国家，那杀吧。一个人去地老天。好，曹丕说：“你看我翻的是对的，又翻回来了，你们都是错的。”张角说：“听说你让他把我杀了是吧？那行，那看谁杀谁吧。”一会儿滚雪球了是吧？那就滚雪球了。好，卖个血，等觉醒，那就卖血球，滚雪球了，咱们怎么立了吧？但是邓艾没有用，根本不能天助。有张角，当然蜀国可能会爆发，毕竟老杀。看看蜀国能不能爆发。反正张角是 happy 了。吉离孤独，吉离孤独，威震。撤离，这里咱们队友死了也是好事儿。孙奔陆抗进入一个无敌状态啊，反正你想觉醒随时也能觉醒，也安全。这边有陆抗，你不想觉醒你看看情况。好，怒锤。好，国家开始有病乱投医，队友也不给了啊，他表示队友已经连着死了是吧。好，张角也足了，张角开心不过两秒钟。那不邓艾，你让郭嘉给你入殓吧。我也看出来了，邓艾说我也看出来了，郭嘉就是想让我给他入殓。那看看郭嘉能不能开心开心过两秒钟呢？沙漠哥还是猛啊！其实我觉得沙漠哥那个二绝一刀不要拖，挺厉害的。你沙漠哥赵云回合二绝一刀也厉害，真的。而且你有桃子，可能会去救这个谁。救祝融什么的，出闪，然后就能摸二是吧？好，都打孟获，你难道不应该先借刀再寒冰吗？虽然你寒冰要两个桃子，那万一人家有闪呢？庞德孔融啊，没鸟用，自己先神装，帮顺，好，他可以杀孟获，戳孟获，反正他有那啥。他有三金刀，当然你这样的话，那你就直接推吧，打不死。
我时差我不这么打，我就下赵云下加一戳孟获。当然了，他回不起血，他怎么都赢不了。你就别说那些了，那就主视角尝试击杀孟获。桃子救一下，咱们一打二了吗？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决斗，决斗。其实沙漠哥有的时候回合外二狙一刀也挺好用的，看情况，看手牌，看局势，自己判断，不是绝对。看来郭嘉开心了不止两秒钟啊，开心了二十秒。我还能再战，顺手无流剑杀，顺八卦砍。啊，陆抗跟郭嘉一样，不怕被兵，无所谓的。你看还有闪电，说不定能化身元素呢，多摸两张。那不是血赚吗？这个肯定无懈掉，不让你吃个回血。三进两刀，啥也没有。陆抗准备亮，摸，不但可以摸，还能多出杀呢。不住，可以闹着玩呢。好，再拿。善完成为。本回合一出三张杀呢，知道吗？真不是跟你闹着玩呢。好，沙漠科说：“我就是桃罗，别的没有。”这里再硬杀，好，摁杀，杀了一刀，还能再出两刀。郭嘉赖走，跟他单挑，就是不虚，怎么了？这里注意啊，可以出三张杀的，一定注意。抬走，他收了牌，没有防御，只有手里留了一张闪，就跟你单挑，怎么立吧？来吧。沙漠科不是厉害吗？那看看沙漠科厉害还是陆抗孙膑厉害。看我一招，听说你沙漠科厉害啊，这都无所谓的。这对你看你这乐得好，不乐被劈死了。必将有这个助客手挡不住这个闪电呢。哎，你看我不但没被劈，我还多摸牌多存牌。来吧，来吧，沙漠科你上吧，你有种打死我。闪挪啊，来上。红杀你都不敢杀的，红杀就是送牌。过河拆桥，好，拆不让。吉里古朵回阵射敌，不让就红杀一下。能进能退。他表示你已经出过无懈过牌了，所以白杀你了，红杀不着急也行。好，你看天妒火攻。必将有道，而且还能多出杀，不是关键。他配合孙策能多出杀非常厉害，他就等于两次激昂，双激昂是什么概念？啊，他表示不出了，防守。我是防守至尊，这是比，反正你是六张牌是打不进来的，说实话。无中生有，七张牌你能打进来吗？啊，他把闪电拆了，他表示不能让你英姿了。我比你厉害，我不能让你赢资。好，想过个牌，发现啥也没过上，想过张新牌，主要是觉得如此做下去不是办法，要不然考虑觉醒。他如果打你，但就怕他把你打到两血，他不打了。看一看局势，乐入兵乐皆废牌没有用，摸一啊，无所谓，不亏牌，反正啊，摸不了。哎呀，好尴尬呀！看我一招，铁骑。这里卖吧，卖一下，卖一下，卖一下。两血威慑吧，真的不两血威慑也太难了吧？不两血威慑也太难了吧？这里可以拿了。继续存。如果觉醒的话，就是很有机会的。关键是看能不能觉醒。回阵射敌。对面如果不送你觉醒怎么办？一波推你。但是他目前来说也没有那么好推你，先忍着吧。借刀你有啊，红杀可以，不亏。红杀不亏，火杀啊，虚报呢，就虚了一张杀，然后出了以后被火杀了吧，让你乱出。但是连弩他肯定也不愿意给，但是你中了这个，所以赵云能进不能退，能退不能进，垃圾是吧？那就是沙漠可难受了。那你送觉醒，我肯定觉醒了。他现在没办法了呀，他觉得再耗不过去了，给那送你觉醒你更没办法。他可能觉得你中兵了，我下回合一波吹了你，那你试试吧，你看你有这本事吗？你如果有这本事确实可以赢，你如果过牌多，
他也是无奈之举吧。看我一招铁吉利孤独，但是啥也没有，只有红杀不舍得杀。那我那觉醒了，你打你两血沙漠哥暴打你了，你沙漠哥也有今天被人暴打的时候吗？没想到沙漠哥有今日，今时今日，这都没有用。这局陆抗各种助围啊，孙奔各种激昂，飒爽英姿，飒爽英姿何等威武，看我一招，慢慢耗。沙漠哥赢面就是在于多么几个刀，一大波过牌全拆光什么打死的，刀先给你拆了，狗入尔等看好了。哎，有狮子更好，有狮子不会猝死。来吧老沙，你也有被人教育的一天吗？铁吉利孤独，杀无所谓，斩，反正每回拆你也难受。这边英姿啊，有灌石斧了，好，那灌石斧锤广阔天地，这个牌可以求稳，先不吹。对，我也觉得不吹好，而且不要扔狮子，扔狮子有可能打不过。看我一招，你求稳，你留，你如果灌出去就留一张牌，很可能死。江通广袤之地，很可能一张顺就死了。所以忍住，对，忍住，忍住没坏处。你怎么打，沙漠哥？刚才那时候忍住还是可以的。无中生有，继续砍。广阔天地，其实有顺刚才可以不赢魂，可以把他手里牌顺过来，不过大概率是个杀闪吧。沙漠哥还不跑吗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人亡了。这局真的实打实单挑，陆抗孙奔暴锤沙漠哥，而且光这个国家还没走呢，国家说你小子三张杀把我捅了，你关键你还赢了是吧？我上哪说一声？哎呀，下一局，猪下半场比赛开始。猪下半场叫名字太难不好，你这名字挺难的。连环月不用说了，不选连环月是傻瓜。看这局有何发挥，七号位。刚才有个闪逃还行吧，好，杀闪逃更好。有人叫不帅序啊，不帅序怎么要怎么说？我摸一下，顺手牵羊，两摸，代劳，孔融啊，坏了，冰凉寸断，杀，捅一刀，无事发生，又看一眼，行，行吧，没啥问题。这个张角好可怜啊，闪估计都被顺了。这改变乱世的力，好可怜啊，张角好生气啊，直接托管。左慈说别慌，我来也，咱们还有机会，机会来了，别托管。对，回来，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他补偿你，给你牌。你他喵的把五五给这个左慈干什么呀？你五五不给华佗，菜。好，开南蛮，雷杀，不是想说开个血大群了，我得留点梅花一会儿来操作，反正打不过了。好，雷击啊，张角说没闪，别雷击了，继续 A。 好，还卖吗？好，还卖，就是大猎。好，法团长来了，看来有希望了。真的有希望了吗？你这五五不给华佗真的是菜，你给他怎么，这什么东西完了呀，这是一副袁绍的样子，而且还在老。好，而且张角有闪了，有闪有黑桃了。我觉得你黑桃应该给这个袁绍双雄。闪给张角，张角肯定有黑桃的，没闪的肯定有黑桃，反正都是屎是吧。剑阵先行。导致袁绍可能排不够，你没有这个意识。好，雷公电母随便劈。然后平均压血，先压两血的，你再一射全端。剑阵先行，扫除障碍。反正想挺好的。剑阵先行，剑阵先行，扫除障碍。看来机会不大呀。好，主持人这边是救一招。
吸引一下雷也好，然后反正救一下嘛，自己涅槃。如果都死光了，你打不过呀。虽然你有还原法咒，但你真能抱起来吗？等待是为再次涅槃的还不错啊，两张武器可以把极致打开了。崩塔，看着吧，看着吧，改变。这个恐龙肯定是没闪的，因为他在有八卦阵的情况下，他有闪肯定出闪摸牌去了，他不可能不出，还防什么九杀什么的，所以恐龙是必没闪的。好，孙策直接被雷死了，还有吗？好，丈八怒拍桃九，再杀一个没问题。好，大幽一脸不慌，好，绿皮全死。怎么办？凉拌呗，出来吧呀！极致射，给队友打个黑桃无限。我们看看黄云庞楚能不能打出他的上限来吧。在有法正的情况下，以目前群雄的状态来说是非常难的。哎，张角七张牌，算他四张红吧。火攻，张角应该没闪了。火攻再去打出来伤害。好，伤害万剑直接开，用这个，这里拿什么？好，选择拿武圣，因为他自己没有杀，他想拿个武圣不断杀，赌一手，要不赌一手连弩，这副牌的连弩真没出呢，除非他开工资开到谁手里，贾诩手里或者华流手里，反正这副牌连弩没出呢。诡辩无穷，诡辩莫测，诡辩无穷。我这运气还是不错啊，加一马远要进攻什么都来了。不过刚才我记得是不是有个梅花沙可以重铸的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黑桃沙就给了。哎，诗令也可以重铸，你别说啊，他拿了武圣之后连弩还真来了。来吧，救吧，手里剑真章，先用闪杀，因为这个牌一会儿可以考虑去重铸。没了，那群雄肯定是没逃了。那其实开始收割，最后留一张梅花去连住这个法正，全身而退，把这个华佗和这个左慈带走，不要乐极生悲，把梅花全重住了。为何苍天，为何苍天还不救我？真舒服啊，极致翻盘，面对四个无限大群，极致翻盘。这里只要杀中就赢了，只要有判一张黑就赢了，他没闪了。这么多红还打不死你吗？打不死你也赢不了，真服了。服啥？这就是黄云庞统的上限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袁绍你有什么问题和建议吗？这就是黄云庞统的上限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组合的原因，就是可以打出无限的上限。略懂诗书，当然下限也可能比较低，但上限就是可以击破你们啊，击破你们匡复汉室的伟业。当然谁才是汉室呢？黄云说我们才是汉室，我们匡复吧。好，还有最后一节，都开始。主视角玩家叫左后卫托雷斯啊，又来了，左后卫托雷斯投过好几次了。不会今天真的全是匡复汉室吧？各种蜀国录像。哦，你别说，还真是。他表示我也匡复汉室。山伯克诸葛亮。行。我突然看到六号位有个 ID， 有点意思啊。祝融孟获。好，青牌弩。还好咱们有张闪能出来。不然有可能他死了咱们也要死，看看吧，他说不定都打不死这个人。死罪可免。好，逃避说我也不知道翻谁，先把你翻了吧，我死了就死了，反正我也大概就活不了了，是吧？一发九杀入魂，有没有人救？估计没人救了，救了关键也没啥用，现在也没什么目标翻。当然你非想救也可以救。可怜的曹丕啊，二号位直接被秒掉了，可怜呀。得赶紧出来，打开技能，不要装逼。好，乐住先驱，好，继续打，告诉山伯克揍他。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再继续，
他为什么要防九杀呢？不是九杀过了吗？你当时要防九杀被人家猎刃怎么办呢？肯定不防九杀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冰乐啊，全铁主各种 buff， 舒服的一匹。好，何太后，给诸葛亮找刀，形象凶险，需谨慎再三，刀都可以拿。哎，看看怎么好，刀来了。操作，看怎么操作。人家麒麟骨朵威震射敌，那挂三呗。二来的太晚了，没得。麒麟骨朵威震射敌，我攻，最后再切换成二就行了。好，先压他的血。左慈太后，好恶心啊！再杀。好，压了一血，最好一血中乐。这里可以考虑留两个桃，一个无解。全换成二级猎刀，不出来那不管，飞鼠啊，当然也不一定飞鼠吧，不能说绝对，但是应该不像。你怎么说？有改判？哦，司马懿会不会改判？不知道，张角肯定不会。刀给你，这个祝融孟获就这样了吧，反正杀了好几个了，杀了一个半吧，也没好几个。好，开始射。嗯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先开再接刀呀？当然了，你可能怕他出逃摸二，这样他不能摸二了。你确实，你可以先开他，他如果打了无懈以后，你再接刀，就得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人发了一个什么表情？杀了队友了，还是怎么着了？还是司马懿暴毙？好，杀了，确实杀了队友了，杀的不是何太后队友，是咱们队友。牵挂，这孟获祝融就不救了，没啥意思。哎，咱们也过不了盘。不救去吧，发面子。你看左慈这个将就是这么妖怪，不过他也是运气好天妒了。但人就是妖怪，怎么了？人叫欧巴。机智无创，好，开吃令了，想看看情况。吕范。双头崩血是什么鬼？搞不懂。啊，邓艾啊，离线是什么？搞不懂。这只能是邓艾吧。摁中是离线了还是摁中啊？不想玩了。啊，先托管再离线啊，行吧，随便你吧。射。好，电脑说：“我替你出来行吧？你羞于见人啊，我可以掀起裙子。”好，摸一大波，你可不要，太难了。李凡说先藏一手，别管我。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就他九杀，但两个桃咱们不出啊，先让他出。就是如果求一个桃，有一个问题，让不让李凡收？我觉得不让，他重兵了无所谓啊，关键他收了咱们桃子吃不了了啊。好，选择就过牌，而且不让李凡弄。反正你双雄无所谓，你弄你也打李范，你就算袁绍，那你就袁绍吧，也没啥区别。反正一会儿进鏖战了，都堵死也没辙。过河拆桥。好，反正这里揪了一手，不想进鏖战嘛，说白了就是，咱们自己再过一下盘。还按着，那谁知道啥呀？那你说他是董卓吧，也不是，董卓他就出来回血。需谨慎再三。不管怎么着啊，反正是成功的进入了咱们节奏啊，刀也来了，火杀也来了，准备操作。铁锁也来了。一。其实吧，我跟你们讲一个细节啊，因为你有桃子，你可以吃到。你可以吃到，这里讲一个细节啊，就是你有桃子，你可以吃到满血，然后你肯定可以进鏖战，那么狮子肯定比人王盾好，你记住，鏖战肯定狮子比人王盾好，所以这里不要用人王盾去顶狮子，吃桃，明白吗？因为肯定进鏖战了，狮子绝对比你人王盾好。好，把这个邓艾把左慈也压到一血，只要能顶住，咱们就有机会。这里虽然说司马懿和吕范可能都要被他收，那也没办法。他真是个董卓，他董卓为什么不亮啊？他董卓有出牌阶段就可以回血的，
他虽然重兵了，没有摸牌技能，但有出牌技能。他只要有出牌技能就能回血的呀。我总觉得这里没亮，肯定是对技能不熟悉啊，可能会导致一些伏笔。好，不理你，你连我，我再理你。南蛮入侵，好，南蛮无所谓，那咱们出杀，咱们还有机会过三呢，我跟你说。杀。铁锁连环。你看这里狮子肯定是比那个啥好的，肯定是比人王盾好的。你狮子你到那个鏖战一会儿还能回血，而且能防什么九杀什么，肯定比这个好。开。虚威行险，鬼族可为。闪摸三，防一手九杀，他并没有先闪，先闪的话摸三有可能摸不到闪吃九杀，所以他忍了一手。这李范被兵，李范表示我也很无奈呀，我是不是周泰我也不知道啊。好，他说管你是不是呢，毒死。好，毒死了。那咱们冠石大锤火杀已就位，回合外摸三，送你上西天。这里可以。来杯酒。暖暖，你自己操作吧。杀！麒麟骨朵回阵射敌。铜甲没有铜甲，那个什么八卦阵，那你足了以后你吃九杀吗？带走。不再牵。麒麟骨朵。不再牵扰。这里好像应该先挂二，再挂三的，那样可能能多个点牌。总之啊，还是匡复蜀汉了。就是几个时间节点的拿捏的还是可以的吧，只能说。然后不要让这个左慈进入他的节奏，总卓那里他不亮，那是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别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全部看完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。有时间多去看看直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